按照应检尽检的原则，在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配合下，我市主城区的核酸采样工作已全部完成，将继续在普兰店区、瓦房店市、庄河市等北部地区开展核酸的采样工作。截止7月30日24时，全市已累计出动医护人员23,918人，累计设置采样点4,850个，累计完成核酸检测389.2万分。